今天要做两杯这个让你消脂消肿。现在大家不是发现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有一点，就是你知道，现在解除了这个疫情之后，大家有点这个开始在外面吃饭啦，然后还有吃刚刚这个，如果你第二天吃泡菜锅，晚上喜欢吃拉面的话，你的那个钠的含量会非常非常的重。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两款韩国最流行的水，就是现在很厉害，女星都在喝的。第一个叫做 idol 水， idol 水就又叫偶像水，很多女明星呢都拿来就是做。它有两款，第一款呢就叫做它是叫柠檬绿茶水。好，第二可是要加糖哦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款呢是柠檬，因为第二款呢是黄瓜柠檬水。好，都有柠檬在里面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试做看看，给大家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我其实已经试了，我自己已经喝了一个月。那这个呢，雪莹主播呢，今天呢就教大家怎么做。绿茶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已经泡好在里面了。其实呢，绿茶你不建议大家不要泡太热，因为绿茶里面有儿茶素，绿茶可以抗氧化，加上它可以加速这个排便的部分，所以呢，这个绿茶柠檬水是其中的一款。我把绿茶先倒进去，但是其实因为还是要让它泡开，让这个儿茶素出来，绿茶加一点点就好。我里面是用这个绿茶的茶包。好，然后呢，柠檬水我是从家里带来的。柠檬水你其实是市售的柠檬水就可以，你可以自己榨也可以，但是像水晶主播比较懒一点点呢，就是你让它这样子下去。好，在里面的成分里面还有一个糖，他们为什么要加糖呢？因为他们觉得绿茶呢有一点点的苦涩，所以他们希望加一点糖。可是其实呢，有一些女星就很厉害，待会水晶主播会教你一个秘方。好，我会把它，水晶主播会把它做得比较漂亮一点点，就是黄柠檬、绿柠檬、黄柠檬、绿柠檬。好，再把这个柠檬角来，把柠檬角放进去。好，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这个，这样就一杯就是他们的这所谓的 idol 水，绿茶柠檬。绿茶柠檬水，记得绿茶泡的时候不要太烫，不然你会把里面的儿茶素给就是消灭掉。那这个呢，真的是现在韩国最流行的这个 idol 水，你喝了以后，水晶主播真的喝了以后，早上起来喝一杯，真的。如果你的胃不大好，就是饭后喝，对，因为它里面有加柠檬嘛，柠檬有一些就是酸，然后它这一整个里面当中呢，基本上它就是会消水肿。如果你第二天，尤其是礼拜一出门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这个部分这个真的很 OK。好，这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看到了吗？那大家说要加糖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韩国的女星非常的厉害哦。她们怎么样呢？现在有一种叶子，我妈加薄荷，对不对？是漂亮。但是我加了一个叶子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个叫做甜菊叶。甜菊叶呢，你加进去就代替这个叶子。我跟大家讲，是我给制作人吃一下。制作人，我洗过了，没关系。制作人来讲一下。你偷偷吃，面对镜头吃一下，我洗过了，咬一咬，是不是甜的？嗯，对，所以甜菊叶呢可以代替糖，就是你可以让你的热量不用那么高。这就是一杯他们现在最流行的 idol 水。好，另外呢，我还要再介绍一下，大家真的可以学起来哦，非常的简单。有一个水呢，现在是狐狸茶。狐狸茶，哎，我们有手板吗？没有手板，对不对？狐狸茶的手板，好。2021年最火红女团必喝的就是这个狐狸茶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狐狸茶就是这个瓶装的，对，狐狸茶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狐狸茶呢，基本上呢，我跟大家讲一下下，它原本是有这个基本上是有这个。茶包有瓶装的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韩国嘛，韩国的疫情这么的严重，对不对？好，跟大家讲怎么做呢？非常简单，
假设你今天它其实就是一个，这是水晶主播昨天煮的南瓜水，它其实就是狐狸茶，不是喝了会变狐狸精啦，它是因为它上面大家有刚刚有看到这个手板上面有一个可爱的狐狸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可爱的狐狸，当初发明这个这个牌子的这个厂商呢，他基本上用了一个狐狸的这个图案，很可爱，所以就变成狐狸茶。然后现在包括女团，非常多的女团现在都非常爱喝，而且这个消水肿的方式呢，其实他们包括就是在南瓜，其实在韩国是一个非常消水肿的一个水跟茶，像是国民美少女就是秀智，她自己在减重或者是减消水肿的时候就是喝南瓜水。对，虽然水晶主播不敢吃南瓜，其实就是靠了这个所谓的一颗南瓜，你只要在家里自己做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去韩国嘛，就是南瓜自己煮，我像我这边就是煮大概大火，就是煮了煮大火煮滚之后呢，再小火煮个大概15分钟。那如果你要再稍微的让那个淀粉，就是因为南瓜有一些有的淀粉，让淀粉再下去一下，你就可以再焖一下下。那这就是，然后就放凉就变成南瓜水。那其实狐狸茶的原因非常来由非常的简单，就是红豆水，其实就是自己在家里煮红豆水。那我今天来不及煮红豆水，我就用一般市售的红豆水，红豆水加上南瓜水。7:3的比例，我现在就做给大家看。这是我们家的空瓶子哦，这个是就是一般的空瓶子。一天这个喝这个一瓶，你就第二天马上消水肿。红豆水本身其实就有钾，那基本上呢，它也是富含了非常多的花青素。红豆水的比例大概是7。好，也刚好一罐。倒差不多，喝了不会变狐狸精哦。好，好，南瓜水是这，你看它有黄黄的这个南瓜水的，然后7:3，用7:3的比例，这就是狐狸茶。那其实营养师还有加长版，其实南瓜因为富含维他命 A 跟维他命 E。加上南瓜水，它有促进排便跟蠕动的这个效果，所以基本上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钾离子，所以基本上呢会代谢我们身体一些不 OK 的，就是这个老废物质。那个其实我有看到营养师他有说，加强版的这个狐狸茶呢，可以再加柠檬，对。因为柠檬呢也是基本上可以消水肿的，所以呢这一罐就是我们自制的狐狸茶。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，因为其实在韩国狐狸茶现在是非常2011年，你只要打关键字狐狸茶，基本上它就会出现消水肿、减重、减脂、几天可以瘦多少之类的。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自制的，你在家里可以自己用红豆水煮。